什么？我想有一个自己的舒心小院儿，有一个和谐的家庭，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儿。初秋刚到，我们在绥德藻林品的舒心小院中度过了美好的一个下午。喜欢的舞蹈送给大家，感谢所有的不期而遇，余生再会。你唱着一首歌，流着泪，几丝歌。